他刚刚讲的就是对方的，对，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警惕一些自己会出现的状况、所以怎么样可以像你也结婚已久的女孩都不止七年了。哇，那你多久了？七年半，高手。那就请问一下各位吧，我要想一下，因为现在已经很淡了。、你确定你要这么说吗？已经变淡了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。对，我们有个实际情况，就是我们俩不在同一个城市，所以我就小别胜新婚。我是一个还蛮喜欢记录的人，会做那个就是照片贴纸的那种本子，回家突然翻到了，我说哎，拿出来看看啊、哦，曾经你也还蛮帅的，现在怎么回事？天天在一起，早上见完晚上见，这七年不结婚确实有点难。我跟你说，差不多可以结束了。这就是他们其实遇到的问题。